有时候差一点点，差那么10克5克。差五克，差五克都不行啊。那你把它做比它高度十多五克十克好一点这样。对，加高一点还好，给它多一点。小罐。正常还是没什么很大问题的。它这个不断料不下来是怎么回事？断料可能是你开的时候，你按了几零的时候它没有复位。它什么断料不下量，它里面有一个手动自动的，你要把自动的开出来。哪里有地方有地方，我再好教你。哦，放回去。可以。